郑松柏是香港首富，我们就能让 SNK 被全世界认识。我知道我连累了公司，我决定引咎辞职。你给公司添的麻烦，谁负责？办公室政治，你只是幼儿园。我们以前很合拍，为什么不能继续合作？新闻女王每周六晚上10点是在 TVBS。